了。对，他如果说要打了，对，如果要传高一点的话，这个球应该是打下来了。先拦一下，好，还有机会，调好，调整，看王一梅，哎呦，这球是打在日本队的队员脸上以后，打在了十二号木村沙织的这个脸上，王一梅再往前向对手示意一下，就是表示歉意吧。场上的观众对这个友好的镜头也报以掌声，同时对木村的这个顽强啊，马上要投入。